见，欢迎回来。不用烤箱做奶片，很适合小朋友吃。冻干草莓一份，切成草莓丁，切碎的沫就变成了草莓粉，要一起放进碗里。奶粉100克，酸奶60克，酸奶比较稀的话，可以再加一些奶粉。草莓丁和草莓粉充分搅拌均匀，鬼油纸一张，奶糊都倒进去，用擀面杖擀平。冰箱冷冻1个小时。重新的草莓酸奶切成小块，草莓和酸奶本身香甜，不需要额外加糖，奶粉又很有营养，不需要烤箱的酸奶片，食材健康，做法简单，小朋友一定吃不够，喜欢试一试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